苍穹之下漆黑一片，陆龙不知道这是第几次站在这里了，风掠过耳旁却没有一点声音。趴在天台的边沿，他随手把烟头抛下去，火星划过黑暗，短暂的闪耀后便消失不见了。陆龙喜欢在远处看灯火闪烁，但他讨厌一片黑暗，唉，就连光也过不来。在白色的办公室内，陆龙瘫在办公椅上，顺手拿过一份文件，可目光却透过纸聚焦在了别的地方。他不禁回想起自己刚入职的时候，拿着员工手册，闭着眼睛若有其事地宣誓的愚蠢样子。也许当时真的是想保护人类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吧。目光又聚焦在天花板上，脑海里又浮现一车一车的孩子被送进那个地方的画面。他似乎能看到孩子们的眼睛里充满了那种东西，怜悯、悲伤、不安搅揉着向他涌来。他只得切断了回忆的开关。我们就像鸵鸟一样，或是那个拆东墙补西墙的蠢货。陆龙对于这个异常的收容写了多个修正的意见，其中有一份长达20多页，在提交上去之后只有寥寥数笔回应。实验有极大的风险，看看这持续下降的现实稳定指数，不出几年我们便会。一阵快速的计数器跳动的声响将陆龙从幻想拽入现实。现实稳定指数在数秒内上涨了几个数量级。他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了校门口的监控，想对机动特遣队报告这一情况。两声枪响也伴随着计数器的回溯，现实稳定指数又猛然跌回以往的高度，甚至还要低上数倍。我是研究主管陆龙，申请向机动特遣队对话，现实稳定指数大幅度波动，请问那里发生了什么？这里是机动特遣队，我们按照收容措施处置了一名试图离开试用场所的项目。停顿了数秒之后，陆龙突然明白了什么。这是什么问题，博士？一种莫名的怒火从陆龙心中冒出，顾不上颤抖的双手，他将对讲机放在嘴前。项目？那明明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你们杀死了我们的希望。博士，请您冷静，我们只是按照措施积极行动，您无权对我们进行干涉。此外，让那玩意溜出来的后果不是你我能担当得起的。他回过神，还是由于对讲机砸在地上发出了声响使他清醒过来。他明白这是一位历经重重困难才从这地方跑出来的可怜孩子。他在惊惧中奔跑，以为自己将迎来渴求的希望，最后却死在了子弹下。他明白却不敢去回想，他不敢去想象那孩子眼中最后闪过的是疑惑，亦或是恐惧，还是怨恨。希望、怨恨在陆龙心中如情人一般相互盘绕，密不可分，而又如仇敌一般远在天涯，混乱。他的脑中只存下了混乱，所有神经元被搅在了一起，每一股电流都失去了秩序，碰撞、反弹、消逝、重生。可渐渐的，在虚无一片的黑暗中，似乎出现了一个光点，那光点越来越大，占据了整个视野。他看见了，那是那位孩子的眼睛，而这光亮正是希望。视角从黑暗中抽回至现实，陆龙脑中游离的怨恨逐渐被希望所挤压、填充、移除。一个赌上人类自尊的计划在他脑中逐渐形成。我将让你停止嚎叫。同僚们，我知道我们在进行表决议案前并没有发表演讲这一传统，但我还是想说些什么。在这次表决前，已经有人提出，在现在的收容措施仍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争论，试图改变收容方法是否有意义，请让我说明下去。在收容这个异常之后，我们已经就他的收容措施进行了数不胜数的辩论。我们尝试过镇压，尝试过囚禁，也曾想利用其他异常去将它无效化，甚至在未经伦理道德委员会的批准，我们还举行了人数高达
的。但最终我们还是使用了在古籍里记载的方法，这种做法甚至最早能追溯到，相信能够坐在这里的各位都对该异常的来源有所了解，它本质就是那些经受无辜的折磨而死去的人们的集合体。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已经不再是那些我们曾爱的人，它只会将人们心中的憎恨包含在内，于是它不断掠食，不断折磨，不断恐吓。因为生前他曾这样经历过，在每一次大型的灾难事件发生后，总能观察到他附近的休谟指数有明显降低。他经常在各地不断掠食，消耗国力，统治者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某朝的统治者就曾以人祭的方式对抗，在南美洲的某地文明也有相似的仪式。各位，我知道你们想知道我要表达什么，我想说的是，从人类刚踏出非洲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了与这个异常的斗争，也可以说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和这个异常的抗争史。但是由于每个王朝存在的时间较短，并且对该异常的研究并不公开，于是历史上没有哪个机构能够做到以长远的时间轴来看待这种做法。我刚刚提到的抗争史其实不妨认为是屈辱史，因为每个王朝都使用了将活着的人使用残忍的手法杀死的方法来使异常得到慰藉，从而降低异常的活性。这种方法无疑可以说是安抚他，取悦他。这种收容措施看似没有致命的问题，但是在天前我们的中国分部、欧洲分部、美洲分部对不同时期的存疑受异常影响的区域进行了土壤取样分析，通过分析对于时期土层的休谟指数，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异常的现实扭曲能力正在步步提升。这有可能只是异常的正常扩张，但经过史料对比和实地考察，我们发现只有在举行大型针对该异常的祭祀仪式后，休谟指数才会大幅提高。这完全可以证明异常的能力增长和仪式的举行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说法认为这暗示着，还是请在座的各位三思吧。我是鬼爵，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